今天来到国姓公共钓鱼，该是由下游往上钓。这种点都很多种钓物，理论上的不好钓，但也不一定啊。有时候鸟况也不见得会这样子。太多了，一干了。
都没人在钓卷的，那这下去就会咬，超级夸张。30公分，好棒棒。20公分卷。在你家桥下而已，家桥下这边下面这边一点水泥塘跟桥下中间这一段而已，都够钓的。你看富国人钓了，还开了几个水波鱼的。
断线，中场休息一下。钓阿福诶！干么想拍？可会钓到这？搞笑！我毋是漂青池啊！
20卷。我靠，这个位置啊，好呀，哦呦，哇塞，抓塞，
6，哇，靠腰，0.6直线盖叠开呢，跳了。有大连没线，62左右。62公分。刚刚62。OK。小乌溜了。尾巴这里很多伤口，被它掉过好几次，尖。阿黄是被针脱开来，跑掉一尾大的，再吊矿壳就会变。原仔很狡猾的，
是什么？我是强人嘞。光钓鱼，今天的摇晃就如山了，天气炎热，泡泡溪水不错。好了，下次再去别的地方走走看。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